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黄秀敏，欢迎收看飙股俱乐部。台北股市今天上涨16点，收在8857点，成交金额972亿。现场我们请到的专家是固德投顾总顾问汤顺奎，汤总顾问。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。今天值得关注的个股有精彩科，还有总顾问的盖牌股神奇宝贝都创新高了。大盘今天的持续头也不回，过关斩将，持续挑战地心引力，再创新高，再地心游，有当有机不？哦，爬来卡袂掉钱。那为什么爬来卡袂掉钱呢？怕黑天鹅。我想说这个大盘啊，它明明是多头，你看我汤顺奎解盘，你一目了然，你这个独眼龙看戏，我也不断提醒你，我五锤五勾是公瓜波暖。我说大盘啊，它没有技术面的问题，筹码面的问题，融资还在1300，它动都不动，已经从8000涨到今天8865了，它动都不动。所以呢，很多人投资的投资朋友就是没有办法战胜所谓的心里面的压力，都在等等什么？等崩盘。马英九上任崩5000点。小英上任奇怪，连100点都不崩，气死人啊！连100点都不崩啊！崩盘行情变成小英的什么卸票行情？而这句话我跟你讲过，小英啊，他有卸票行情，从8000点本节轰你啊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势如破竹。来，我们进电脑看，今天啊持续挑战地心引力，再创新高，再地心游，他头也不回啊，他多头走势啊，还需要我解盘吗？昨天的道琼创历史的新高，去年、今年，汤老师在全省的演讲会，我有没有跟你讲斩钉截铁？包括这个节目，最近我都还在谈，我都还创历史的新高，历史的新高，历史的新高。他今天、昨天创历史的新高了，准又如何？说对又如何？你呢？心里面还是一个字，会惊。那我还是送你一句话：大盘呢，全球的景气呢，没有基本面的问题，筹码面的问题，技术面的问题啊，你的心里面的问题啊，你没办法战胜你的心里面。你用老思维，你用所谓的散户的普通工的一个想法，你什么时候还可以不当散户？坦白讲，这句话还是问你那句话：你如果怕，那如何不怕？那包括选股的逻辑我都跟你讲过了，你千万不要管大盘，然后呢选对股票，你真的没有办法选股跟对人。我能坐在这个地方，我汤顺奎在这个地方跟你解盘，我们固德投顾就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，你会发现我讲的股票都不多，都是集中，而且很有把握跟你谈，而且保密再三。为什么保密再三？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，答对了。好，因为肥水不落外人田，答对了。我要让我的会员啊，新会员很多，我要让他买满，知道吧？大买500张，500万。然后因为他听悄悄话，所以打电话进来的那种赚钱的欲望跟企图心啊，拢是安啦，拢是袂惊啊，老师啊，我来参加会员，我要参加什么？我要买一个胆啊！他知道这个大盘明明是多头，他知道一路的创新高，但是呢，他不敢。也就是说啊，他需要教练，也就是说啊。他需要是很有把握，万中选一，百炼成钢，啊，千挑百选的股票。那这种股票我讲过，固德投顾就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。我们的股票呢，一定是千挑百选，一定是百炼成钢，一定是万中选一啊，一定会让你觉得很好猜。真的很好猜吗？这档股票大家乐第一次它叫做什么同开，你没有跟上来，对不对？结果林沧海在里面，本节轰了20%没去啊。那这档股票大家乐 Part 2、哦、下半年业绩会大增，他现在躺在那个地方让你买，他后面出去了，下半年业绩一旦暴增啊，我预估啊，三大法人、外资、投信、自营商都会追捧，因为他有业绩，下半年他是一个转机股，所谓的法人他完全还不敢碰，原汁鸡汤，又是万中选一，又是百炼成钢。那这档股票可以，我再讲一遍哦，它可以让你大买500张、500万，它成交量绝对够。今天成交量跟你报告一下，好，2500多张，还是低量哦，还没出量哦。
它的失控量大概可以抓一两万张。你要买在低量，出在高量，这就是技术分析啊。你真的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哦？你今天所有的来电，把这个带回去，技术分析练一练，马步功夫蹲一蹲，好，葵花宝典带回家，好，葵花操盘宝典技术分析战法 DVD， 外面啊绝对没有，你也买不到。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，顾德投顾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，要怎么带回家？自己打电话进来问。而这个地方我还是不断的提醒你，刚刚我讲那档股票，伯乐在寻找千里马，千里马也在找你啊。这档股票又是万中选一，又是百炼成钢，我在等它等很久，我等它崩下来啊。它崩下来，它既然崩下来，如果是就你一届哦，如果是有嘴讲较无烂哦，你一定会怀疑，你会觉得。我当初也是跟其他投顾老师一样，都打假球，打假球知道吧？都解事后盘，哦，找一档股票大涨，然后画一条箭头，然后跟你讲什么？我跟你讲哦，这档股票如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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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盘，你知道吗？那种股票，那种节目很多，每天从每天的一点半到晚上十二点半，那种解盘的节目很多，就是找一档股票大涨，然后画一条箭头，然后跟你讲，我这边买的，这边买的，现在购买的，安利立马投顾老师啊，那个叫做打假球，那个是没有意义，那个、叫做解盘。已经讲发生的事情叫解盘，他不敢像我汤顺奎一样跟你讲，有一档股票，我跟你讲，我很有把握哦，我千挑百选，我百炼成钢，我万中选一哦。顾德投顾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，我讲过，我不是 country party， 打不按到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吧。而所谓的一个基本面，我之前就按也是跟你讲过，稍微暗示你一下了。我说精彩科出，我们平等买进，对不对？我的研究报告看家本领，我都跟你讲过，我说面板业啊。大陆自治化政策，它持续的增加资本支出。大陆的面板政策是安呢，台湾的面板政策是安呢。那你要做哪一个？那好玩了，它就做什么 ？AOI 的一个所谓的设备。那这个设备它有它的垄断性，有没有？今年它展开强劲的成长动力。它精彩科就是因为我讲过，它因为它这个 AOI 的一个阵列的一个设备供应商。他这个全世界啊，全台湾只有两家在做，因为只有两家在做，属于寡占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局面，因为没有人要做，之前做的小厂都倒起啊，啊，刚刚好没人要做，刚刚我做很久，我技术又领先，变成寡占市场，所以你看一下，刚刚好他又接到大陆的订单，台湾只有油田、精彩科面板厂商受惠，所以他是近几年中国大陆扶植面板的重要的一个厂商。全台湾只有他有，他接最大单，所以他下半年他接到大陆的订单之后，他下半年今年开始展现强劲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动力。我之前有我有跟你讲哦，他说你打入中国面板的供应链，大陆的供应链面板供应链是怎样？黄金起飞，台湾的面板业是怎样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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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呢，他就是接到大陆的订单。所以你来找我会跟你讲这个悄悄话，因为我希望你在这个地方大买500张，大买500万精彩科。简介我告诉你，一毛不拔。我说过万中选一，我说过百炼成钢，我说过顾德投顾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一份资讯的价值。我说你要好好把握。言下之意，我会保密再三，我会贴成这个样，表示怎么样？我的会，我希望，所以我保密再三，那个叫做什么？肥水不落外人田，答对了。那个叫做什么？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他答对了。哦，所以新会员就一路买。我会跟你讲，哦，精彩哥下半年如何的大爆发。讲完之后你大梦初醒，讲完之后呢，大买500张500万，一直买一直买，破底也是买，买到手软脚软，买到阿波玩 gay 开始，我说还没开始，创新高还没公布哦，一路买一路买，破底照样买，再买创新高。还没突破新高，我跟你讲仍然看涨，还没公布哦。后来呢，创新高了，我还没公布哦，我也跟你暗砍我们的扣讯精彩科有没有获利爆了，安全带板好，仍然看涨，喷出去喽，破底翻的股票呢是最标的，我们来看看，果然喷出去，我开始公布了，公布之后它已经足足涨了将近快两根的停板，有参加加无参加，差两根停板，来，果然是万中选一，果然百炼成钢领先大盘创新高。然后呢，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你又却上心头。他持续的创新高，头也不回，你只会验证验证，已经20%，在高趴，在哪里嘞？今天再创新高，今天呢，7月13号，他再创新高，再低吸引力，持续挑战低吸引力，
足足100万变130万，1000万变1300万，有没有讲在前面？有没有讲验证在后？为什么来找我的人都是熟门熟路、亲戚朋友介绍的股市饕客？为什么？啊？因为最近来找我的人终于发现一件事，欸，老师啊，你真的跟其他老师不一样，你都不打假球的，我只差一步，哦，我要跟你一起听悄悄话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然后呢，大买500张500万。老师，你真的跟别人不一样，有口皆碑，领先全市场介绍精彩课，而且讲在前面，验证在后，无话可说啊。唐老师，你的会费到底怎么算？你看最近这种电话呢，如雪片般的飞来，有口皆碑啊。你错过精彩科31%，报告也给你看了，还没起涨之前哦，还没起涨之前哦，你有做笔记，你有录音的。那这档股票你要不要？啊？大家的 Part Two， 他现在这个地方，我等他一个月哦，就等他下杀下来，而且下半年业绩大增，也就是说，他这个你把它解释成为，因为他杀下来了。他杀下来破底翻之后，这种股票，啊，会跟精彩科一样非常的飙，你要还是不要？昨天的名额剩下最后一个10个名额，你跟我的缘分到哪里？完全在于你哦，你自己好好的把握机会。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啊共枕眠。还有哪些标股呢？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回来。买你上全车系，本月延续送4大好礼，总价值13.6万，月底前再送 Panasonic 扫地机器人。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同步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期指多空双向。头部致富专线02-2578-3000，02-2578-3000。黑人牙膏，给我，我相信我。有敏感牙齿就必须放弃最爱的清新口感。谁说的？现在你可以一次拥有全新黑人超氟抗敏护理牙膏，第一支能舒缓敏感酸痛，同时保有独特的清新口感。敏感，拜拜。小清新回来了，我的笑容力量。黑人超氟抗敏护理牙膏全新上市。牙齿酸痛是有原因的，牙齿表面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小孔洞，冷空气渗入孔洞，经由神经传导而造成牙齿酸痛不适。贝利达牙膏内含纳米微粒分子，与珐琅质极为相似，能迅速填补至受损牙齿孔隙，让你的牙齿宛如新生。牙膏新科技，牙齿新世纪，贝利达牙膏。今天来到这古色古香的地方，要带大家远离尘嚣，嘎嘎嘎，蚊子这么多，小心感染登革热。大家一起来清除滋生源。盆栽底盘、宠物饲料容器要经常刷洗干净，避免蚊卵附着。屋后沟、屋顶排水槽每周清理，不阻塞。菜园储水桶要加盖，不使用的桶子要倒置晾干，避免再次积水养蚊。瓶瓶罐罐要倒干净再回收。预防登革热，清除滋生源，大家一起来 ，Action！Hello, I'm here at the receptionist job. You're hired. 雷神索尔、克里斯汉斯沃。I was born to be a Ghostbuster, all right? 麻辣间谍导演，蜘蛛人 MIB 星际战警团队打造。7月14，魔鬼克星。听说他妈妈是日本人，所以又漂亮又有教养，一定有很多人讨厌他。干嘛跟踪我？那是人家的真心，连看都不看就丢掉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美好年代，用免费试吃的方式触犯了贩卖毒品罪。卖场的人给你试吃，这样应该不算贩卖吧？他没有收钱。那收钱有什么关系？你卖东西给别人，你不用拿钱哦。每周四下午5点，超级法律王。盘是怎么看？我们继续请教总顾问。
盘势怎么看哦？那原则上今天的大盘创新高，美国股市一如我汤顺奎之前跟你的算命，它有没有创历史新高？有吗？有没有讲在前面？老师啊，你有那个哦，你跟奥巴马有可能有交情哦，有内线。哎、欸，讲这种话呢，我蛮高兴的。好，那顾德投过汤顺奎有道琼的内线，是真的内线吗？嗯，有没有讲在前面？他创新高啊，我有没有讲在前面？他创历史的新高，历史的新高，之前历史的新高是18351。昨天的历史的新高18371，我们回首来时路11-4，我讲过我不打假球的，我拿得出证据。还没创历史新高的时候16108，我说过道琼的命啊，我汤顺奎都帮他算好了，他只是乖乖的依照我的规划，还没涨继续破，我还是一样画到这里，我尾告加，他有没有来到加？而且我跟你讲什么，放大。会创历史的新高，镜头拉远，我说一定创新高，一定创新高，我有没有支支吾吾？我有没有打假球？我有没有延迟闪烁？我有没有叫我的主持人跟我讲喊加油啊？明明没有讲，一定叫主持人说要有。我说一定创新高，白纸黑字我跟你写的这么清楚。后面啊，当你看到他轻轻松松的创历史的新高，此时他无声胜有声，就不需要再做解盘了，因为我之前还没涨之前我讲过了，你需要我的时候，你要的是有用的资讯。很多人看我的节目去下道琼的棋子弹也是赚翻了。那个股的部分呢，今天呢、啊、哦，今天我们又买进一档股票，看清楚，买完之后呢就把会费的问题解决完了，成交量5000多张，大探高标无奇不明，买完之后就标出去了。买完之后我讲过会费的问题啊，只是半个小时的事情。恭喜啊，今天买进的一个涨停板获利爆了，安全带把我仍然看涨，刚开始而已，轻轻松松。这是昨天啊，昨天不少的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啊，参加短天期的会费啊，半天就把它解决完，半天不到30分钟。买完之后呢，亮灯涨停，然后呢，亮灯涨停，就下班啊，足轻松的。老师啊，做你的会员有够轻松的，逐天赢赢啊。今天买进了涨停板，获利爆了，10:40。啊，对不起，9:40。安全带爆，仍然看涨，刚开始而已，后面享受好山好水、好风景的好盘。哎，老师啊，你事后盘？对啊，事后盘啊，事后盘半只停板不行吗？啊，无你给我加，我不是天天事后盘。很多东西我都暗砍了，我暗砍了可多了嘞。来，现在给你看一下暗砍，我们清代的清代会员的一档股票。你现在看到这档股票叫做 F 康有6452，它一路过关斩将45破，飙到今天的所谓的516块。那你一定问我老师啊，你解释后盘打假球来？你讲得好，吐槽得好，闲货呢它才是买货的时间点。我们回到第一波的时候，这个地方。杀破头了，杀杀杀杀！我跟你讲什么？别惊，258块。全市场谁敢讲这句话？杀破头，就这分析输不的分析啊！哪一个不是吐槽？哪一个不是吐口水？我连贴都没贴，我跟你讲，听清楚哦，我连贴都没贴哦。结果呢？结果这个55%、啊，你看我的节目，你真正没赚到钱，你自己去弄病。结果我们出完之后，一路一路一路的盘整。后来又出手了，又飙出去了，55%，55%，安尼轻轻松松，又够一倍啊！操作的问题，节奏的问题，我住长江头，你住长江水，共饮长江水啊，日日思君啊，却不见君。好，操作个股的部分我讲过了，我从道琼来跟你带台北股市，道琼是全世界的经济的领头羊，所以为什么台北股市啊今天创新高？那短线部分它或许会回档，但是我讲过了，还是那句老话，你不要怕它回档，不怕它拉回，怕它不拉回。操作个股的部分我讲过，你一定要千挑百选，一定要百炼成钢，一定要万中选一，不要因为你的操作影响到你的生活，不要因为你的操作你的投资影响到你的所谓的工作，影响到你的所谓的带小孩。因为在人生当中啊，你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很多人说毕业之后
很多人都想成为有钱人，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成为有钱人？因为你大家都运用时间在工作，你运用时间在什么工作很重要？通常都是为人而工作，上班族，不然就哎，老师啊，我自己当老板哦，老板很辛苦，那老板也有风险啊，公司倒掉啊，就翘起来，所以风险大，获利也大，压力也大，这样子也可以赚到钱。另外一个就为自己而工作，当 sales， 抽佣的，保险直销业务员哦，就抽奖金的，你越努力哦，你赚越多，这个就是为自己而工作。好，不然就乖乖当上班族。这三种人呢，最后会累积一笔资金之后，你会发现最后会走到这条路。好，你花很多时间为让钱来为自己工作，这种人呢，最一等一，需要有高度的专业，因为他利用钱来滚钱，他需要专业。我再讲一遍，他需要专业。不要因为工作，不要因为投资影响到你的工作，影响到你的生活，影响到你带小孩。也就是说，你选的股票一定要万中选一，非常专业。因为现在选股好不好选？大盘创新高，你还在等解套；大盘创新高，你够半空；大盘创新高，你跑了靠背丢钱，股票还在怎么满手现金？你是对还是不对？你说老师啊，这个我要去定存，我这个风险太高，那股票很难玩。好，所以呢，很多人都跑去定存，因为跑了靠背丢钱。台北股市这三年很难玩，有没有？结果景气差，大家都跑去存钱了。存钱存钱存得好啊，结果呢利率一看，我要一直丢水，利率只剩下 1.3%。 哎，老师啊，存钱好像现在啊，那个通货膨胀轻轻松松就 3%、啊、就把你的利率安化，也就是说你现在存钱是负利率，也就是说你不理财才不理，你要逼你自己赚钱。专业重不重要？再问一遍，抛开我刚刚讲的一切，大家最后都会找到这个市场来，金融市场股票期指选择权，你别无选择，除非你没钱。既然有钱，那我讲过专业很重要，一定要千挑百选，一定要百炼成，而且要很有把握。我讲的股票我讲过，我不打假球的。我说神奇宝贝光殖利率就 7%， 刚利率你定存的利率才 1% 多，我说你上车就对了，你放轻松。他千挑百选，他百炼成钢，他会屌屌要吐，屌屌要吐，屌屌要吐，屌屌要吐。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大买500张500万，然后安全带绑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屌屌要吐，屌屌要吐，屌屌要吐，屌屌要吐。今天7月13号，看一下今天有没有屌屌要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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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撸来撸脱撸昂啊，有无？啊，你看一下有没有一样？自己看有没有一样？自己看有没有一样？屌屌要吐，屌屌要吐，屌屌要吐，明天他继续吐，继续吐，会吐到哪里去？啊？有没有很有把握？你不要猜了，我讲过，我 之所以会怎么样，保密再三，一定很有把握嘛。我不希望你猜，因为我要照顾我会员的资产，我要把最有好的一个资讯、最优质的讯息提供给我的会员。顾得投顾就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。你找不到我，你结不了那个缘分。坦白讲，我真的帮不了你，因为我们的股票都千挑百选，都百炼成钢。不相信？你说老师啊，屌屌要吐，屌屌要吐，蒙到三只屌屌要吐你啊！好，精彩科一毛不拔。我说金价我够扣的，买完之后呢，一路大买，买到手软脚软。我说还没开始，结果你看，我也给你看我的报告，还没起涨之前，结果你看他如何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虎，到今天，今天7月13，他还在一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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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创新高给你看，头也不回，马不停蹄啊，千里奔驰啊。30%，100万变130，1000万变1300，定存呢，利率 1.3。你算盘再怎么会打？哎，老师啊，股票比较好赚，你都也要供啊，嗯？因为大盘没有量，所以有的股票我们势必要来回的操作。这一档股票升息，本益比只有8，我都提醒你，第一波我们买完之后出一趟，压回来，最近又在买。第一回合将近两根停板不来，第二回又开始了。他突破这一波上去之后就不会回来喽。你脚步要不要跟紧？啊？我讲过我不打假球，我都跟你玩真的。我老师看牌看来看去，看不出实力啊！打假球，解释后盘，葫芦里不知道卖什么药，会费用那么贵啊啊！讲得很好，吐息很好啊，闲货啊才是买货的。这一档股票叫做联发科，你1000万以上资金来找我，就会带你重压这档股票，而且我没贴、啊。
我没贴。你一千万以上资金的，我就是大家买这种股票。而且这个地方外资唱衰，三大法人吐口水，止稳之后，我跟你讲，公开跟你讲，203、237仍然看涨，244看法不变，247公开验证，257。哎，老师啊，童叟无欺，对啊，你都也要讲啊。老师啊，讲在前面，验证在后，你都也要讲啊。花开不同赏，花落不同悲，欲问相思处啊，花开花落时。我希望每一次的还没起涨之前，你要打电话进来问悄悄话。讲完之后呢，我希望你重压，给我机会也给你机会，而中间呢，让我们用赚钱来结一个缘分，缘起不灭，共创双赢。这一档股票，你今天务必打电话进来，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大家乐 Part 2， 他下半的业绩会大增，我希望你真的一定要重压，他千挑百选，他百炼成钢，最后10个名额，你自己好好的把握机会。今天所有的来电，你都可以把葵花宝典、操盘宝典、技术分析战法带回家。想赚大钱，一定要跟紧脚步，打电话进来。总顾问提供只收短天期的优惠方案，剩下10个名额，不要错过每个赚钱的机会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，拜拜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做了妈妈，我什么都不放心，我什么都要最好的。除了鲜奶优酪，就是宝宝最好的食物。它不加一滴水，就是鲜奶跟益菌发酵而成，标示真清楚，真简单。丰富的益菌保护宝宝的健康，我真心相信它。跟妈妈推荐100%全真福乐顶级鲜奶优酪。怎么晒都能白回来。来自德国妮维雅，添加超级鲜果卡姆果，能让你有效美白，美丽觉醒。妮维雅美白润肤乳液。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不得同步拥有证券及或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。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期指多空双向，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。一通电话加入共创双赢的财富巅峰，不得同步致富专线02-2578-3000，02-2578-3000。我坚持最佳状态，是为了赢过昨天的自己。